个卖花，卖过花。我叔叔，你要不要这个花？1块钱，1块钱一串儿，这我自己穿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虽然没进过商，但是我小时候我会去街上，就是就那个说的是叫体验生活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是高中毕业吧，然后或家里有那个栀子花嘛，是叫栀子花嘛。我们把那个栀子花，就是我们家天楼，然后我和我奶奶去把栀子花摘下来，就是开花了，然后摘下来穿在线上，然后打成结就可以戴在挂在那个车上，很香。然后还有或者挂在脖子上。